死活要走，收拾了一份。我说你不是就是接单站接回来不提示你放下你给单站做一份，真是做一份不是等你有空我再请单站吃饭吗？不是你们有空没空，等人家回来了再说，这也有规定回得来是吧，单站走不行，对，这还说月底差不多回来。